点下方抢票啊，看点下方票，抢票九十一了啊，九十一了，别忘记抢票哈、啊！谢谢我们的媚娘，还有神风哥、波海哥，九十二了啊！谢冷风哥，谢走路带风哥，还有我们的秦丽，谢我们的三太姐姐，幸福哥。好多人说，哎呀，飞呀，你上不上了？飞呀，没有画面，咱就不上了吧，一切随缘，嗯，不强求，一切随缘。我没事的话，我们已经习惯抢票了，我们就抢抢票不行吗？九十五啊，九十五了。你咋那么优秀呢？是因为你们也太优秀了。像我的天慈，像我的思梦，九十七了啊，九十七了。九十七，九十七点九，马上九十，哎呀，九十九了，感谢啊，没有刷十张票了，我们可以抢抢票了啊，开了开了开了，现在就开点，现在就开点了，抢了抢了。记得哈，抢完的免费票要刷出来哟。当当当当当啦！我看你直播四年半了，真的吗？你刷不刷？眼里流出的泪花。
演，出现晚上啊，晚上最后秒啊，你说的啊，我要等着你的。你说梦起飞的，我管你是大的小的，必须你得飞一个啊。你答应我的，你别管大小，你必须得飞一个。告诉你，你在高平牛都吹出去了，你得牵回来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咸鱼大哥送来的礼物，谢谢3块钱。唱首歌站着给大家唱啊。什么钥匙是换球用的？天上的云彩，心碎
等待。欢迎浩博哥，也欢迎一望苍天，欢迎咱家兄弟们啊！哈喽哈喽，欢迎大伯，像我们的媚娘麻布啊，神器九死麻布，呀呀呀，正好吧，来这首歌啊。这儿爷是不是？只要你肯来一趟，就是对配而不长，我什么都能原谅，那不再犯就愁无被宣扬，偶尔给我一块糖，那就如愿以偿。如果你是我的神魂哥小馒头，还有我们的学哥，谢我们的刘一成哥。记得下方的那个宝箱要点一点哈、啊，下方的宝箱要点一点。来，给你们来一个吧，那就。我应该去换身衣服。啊，不对，好像斗牛这个。你等我换个衣服那个。谢谢我们家周一，感谢周一哥。一二三四，应该是这个。
谢谢 ，thank you。看小梦在不在？点一下同意，我再连你哦。刚好是下午班。哎呦，完了呢！那晚上有的时候也播。晚上不播，记得抢啊！记得抢啊！记得抢抢那个啥，抢宝箱啊！别观看哈，记得抢宝箱。那你一天播几个小时，宝贝儿？我最近一天播3-4个小时最多。
你是就是兼职上班是吗？我觉得你好好播真的能不错的。但是我就是唱歌真的聊天的，聊天特别爽，然后。呀呀，抢宝箱，抢宝箱啊！抢宝箱，我先来个曲儿，抢宝箱。嗯，老大妈，要不我就先下了吧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帮我转播一下宝箱就好。谢我们的漂亮好帅哥，谢我们的童心，谢我们的班得住王哥。现在90万的宝箱哈，帮我转播一下宝箱就好。这块是吧？宝箱哈，开了开了开了，回手来十个，回手来十个，回手来十个。抢完了之后回手来十个啊！先不要刷啊，先不要刷，把那个免费的先刷付费的啊，先刷付费的。抢宝箱，抢宝箱啊！刷完付费的等，刷完付费的要等。哎呀，这个高光好啊，应该能开，应该能开，三十多了，三十多了啊！再刷十个，再刷十个，再抢啊！40了，40了，刷十个，刷十个。50了，现在是高光时刻，开宝箱特别快，免费的先不要刷，先刷付费的，先刷付费的啊！先刷付费的啊！刷十张个人票，下方有个宝箱就可以抢了。现在70万了，这个高光很牛啊！啊，谢我们雷星啊，这个高光很牛啊！现在高光啊，现在是高光，70多了，73了，应该能开，应该能开。先刷十个，先刷十个，或者刷一个都会抢的啊。哪不动了呢？啥也不是。怎么不动了呢？啥也不是。我白激动了一场，我还心能开俩呢。在38度6，80万了，动了动了，81了。哎呀，动了，动了。抢，快点抢啊！先刷十个，先刷十个。嘿，把我们的反报一下哈，把我们的反报一下。86万了，86万了，88了。没有点关注的上方，给我们的小梦的关注也点一点啊。89，抢完这个宝箱应该差不多，这应该能开一个。教官哥，感谢我们苏佳一还有情谊哥，谢我们的小梦啊，谢谢。我看多少了？94了，94万了，94万了，94万8。感谢我们帅哥，拥抱着天绿洲。那97了，97万了，97万了，97万了。当当当当，谢我们的凡，感谢我们的凡啊，谢谢。回手再刷十张，不知道能不能开了，应该差不多，应该差不多，不知道能不能开了啊，不知道能不能开了，就再刷十张，再刷十张，等，再刷十张，等。那热烈的温柔，我抱去整个森林，留下眷恋和哀愁，想触及你眼眸，时间停止倒流，我燃烧了。好嘞，没有给那个小梦点关注的兄弟们，咱把那个小梦的关注也点一点。谢谢我们的青山哥，感谢青山哥，啥也不是，可以了，开一个呢。嗯，老大，那我就先下了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别紧张，等成来就好了啊。他太紧张了，没有见过这种场面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然后来了有点仓促。哎 ，OK， 没事，不仓促，不仓促，挺好的，挺好的啊。好嘞，那我就先取消连麦了，小梦啊。
嗯，好的好的好的，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。好的，也谢谢孟家的兄弟们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又来了吗？又开飞了吗？呀呀呀，37万了啊，37万了。感谢我们的寨哥，谢我们的寨哥，谢谢谢谢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我连一下林夕啊，连一下林夕，看林夕在不在。有请下一位，谢我们的学者哥，感谢我们的骑牛追飞机，谢谢。Hello， 晚上好，宝贝儿。哎呀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老大，我都吓一跳。是嗯，结合吧，他们说我衣服穿的比较现代。对呀、啊，你穿我一个，你穿像我的这样的衣服，完了你再戴这个头型啊、耳环呀、啊，还有这个掐子什么的，这个、就很好看。哎，你有古风的衣服是不是有？我记着，有有有，今天没有穿。这个是拉票那个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个不是拉票、那个。大家晚上好，要叫哥哥们、嗯。谢谢谢谢，他唱那什么歌好听？那个叫。你来这儿第一次唱的，看你记不记得哈？叫，我得现想那个歌。哎，不对，那个叫什么？啊，对对，望爱却步那首歌，我觉得真的你唱的是最好听的。谢谢谢谢。川崎对望爱却步和川崎，有没有什么准备新的歌曲？嗯，准备了一首没，就是没在老大这边唱过的。嗯，对，没在这边唱过的。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家送来的票票。好了，大家没有点关注，跟我们林夕的关注也点一点。嗯，哦，谢谢。最近真的辛苦了，老大还有六九的哥哥们，主要你们也挺辛苦的。嗯，你们也挺辛苦的。嗯，好，来来吧，来一首歌。好，我唱首《菩提节》，《菩提节》这首歌。好的，好，送给你。不明。哇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好听，真的真的不错不错。他唱歌是那种颤音特别抓人心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王菲的歌，你特别适合唱王菲的歌。上方的观众，首先上方的观众可以点麦序的六号麦，后边有个直播室通知，还有右键可以点一下关注，已关注过啦。哎呀，厉害！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，每次你都夸我，都夸哦，没关分享。嗯，也辛苦了啊，拉公会票，还有这个林夕啊，你就给你整个尔康，我看不见那个，就是他，没别人。灯放的那种，对，就是他。打不出你的左右，就算爱情里溜的灯。拉票那个叫依然，拉票那个叫，我现在送票可以啊，可以送的呀。依然在吗？依然应该没有在。谢我们的胖哥，感谢胖哥。谢谢我胖哥。大姐哥可以送了，你控制。我要送，不是我要送，我要唱一个。我这个衣服还能唱什么样子的歌？就是唱一个什么样子的歌？嗯。我们的中医，我应该唱一个什么歌？梅花泪吗？还有什么？天仙配我不会唱哟。你不来我不老。今天我刚唱过。那热烈的温柔，我放弃整个森林，留下眷恋和哀愁。谢我们的墨影哥，悲伤的流程哥。我今天不用拉票了，今天不用拉票。喜欢听什么歌可以打在公屏上。主要是他一点都不像我。
是我一上的时候都不太想我了。谢谢梦梦，感谢我们的梦醒哥，谢谢梦醒哥送来的个人票。来一首这首歌，这首歌是我的个人单曲，叫《公子在上》。天上星，窗前怀，雨打芭蕉似天籁。月圆夜，菊落在，喂梁哥，可天地不关怀。儿女情，相思债，一如红尘深似海。三生月，孔雀台，扬鞭催马为君来。上小女子一拜，二代佳人情窦初开，只望公子醒来。公子在上，且听小女子到来。萍水相逢，起目挂怀，还请公子勿怪。深似海，三生月，孔雀台，扬鞭催马为君来。公子在上，请受小女子一拜。二代佳人，情窦初开，正望公子醒来。公子在上，且听小女子到来。相逢，起目挂怀，还请公子勿怪。公子在上，请受小女子一拜。二代佳人，情窦初开，正望公子醒来。公子在上，且听小女子到来。萍水相逢，起目挂怀，还请公子。向哥鹿角，感谢我们的，感谢我们的幸福，还有我非无敌，感谢我非无敌哥。哥的名字叫公子在上，公子在上，小生这下有礼了，你。你不能这么说吧，小生有理了，这应该是我说的吧，你说的你应该管我，不你管我不能叫公子，你说反了，你不能喊公子，那你的话小生，那你是男的拜见男的吗？不对，插辈了，小女子。谢谢，感谢我们的成功哥、梦醒哥、阿坤哥还有幸福约定，还有我们的许仙，还有无敌哥，谢谢，欢迎在海哥，还有什么歌？还有什么歌？啊，对，太想念哈，太想念也可以，太想念是古风吗？太想念不是，暗香，哎呀，暗香的话，暗香我会唱吗？我听过，我唱没唱过我都忘记了。奴家，为什么叫奴啊？奴家呀，玫瑰花瓣一片一片片掉落在眼前，你的影子一点一点点回忆当
去的脸弥漫了我整片天，爱的往事一件一件皆甜蜜的蔓延，你的影子一天一天贴拉长了思念，在梦里吻的脸却来不到我身边，我对你太想念。
是青藏高原。哎呀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们的许大官人吗？像我们的刘哥。休息一会儿，我就坐一会儿，我就把这个衣服换了吧。我换一个衣服，我还穿这个吗？收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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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谢谢我们的漂浮啊，感谢漂浮哥，谢谢我们的刘哥。谢我们的小刀，感谢小刀。不要换啦，嗯，带着仙气儿，啊，可以。像我们的欢迎放手一波哥啊，呀，快快要抢票了，没有抢票了，记得把那个十张票刷一刷哈。像我们的微微，谢谢，啊，感谢我们的微微，我把音效关一下哈。哎呦，我坐一下哈。这衣服适合你，真的吗？我怎么感觉你忽悠我呢？你刮胡子了吗？谢我们的微微啊，谢谢谢谢。你刮胡子了吗？我当然刮了呀。胡子能直播吗？谢我们的傲雪，感谢我们的放手一博哥。要抢票了，要抢票了啊！我们先抢一下票哈，现在90万了啊！现在90万了，没有刷十张的记得刷十张，没有刷十张记得刷十张哦。谢我们的淘沙哥，谢谢我们的梦醒哥，感谢梦醒哥，谢谢。现在宝箱已经90万了啊！我把免费的往出出了出了。谢我们的毛毛雨，还有我们的心头，以及我们的夏天，还有我们的再回首。91万了，宝箱啊！91万了。谢我们的荣哥，感谢荣哥，还有手机快流量，还有手机没有流量了，你可以买到古代将军的是吗？古代将军的我能穿吗？91万了。谢我们的点儿，感谢我们的点点儿。人与缘，羡慕的没有名字4823哥啊，先刷十张啊，先刷十张，今天等一回已经抢过了，刷了30张吗？没有，我刷的是10张付费的，还有20张是免费的。羡慕的喜神哥。九十二了，加油！93，快点！拉长了思念，在梦里吻的脸却来到我身边。谢我们的偷袭，谢我们的99，感谢我们的菠萝，还有我们的梦之星哥。又皮了，刷什么抢什么啊，刷什么抢什么。93了啊，短票图标好的呢，好冰冰上风筝断了线。嗨，谢我们的游子哥，谢我们的飞友哥，谢山哥，还有钟情哥。96了，注意宝箱啊，全体注意宝箱，注意宝箱。像我们的游哥，像我们的喜神哥，喜神哥要刷10张个人票才可以抢。九十六，九十。
96.96啦！太想你，当当当当当，滴滴滴滴，96.96，96.96，全场注意96，感谢我们的螃蟹哥，谢谢螃蟹哥。嘟嘟嘟。97注意注意，97啦！像我们的小 C， 感谢小 C 97啊！哎，这宝箱撑你了。像我们心头哥送来的个人那个公会票，我要个人票，兄弟们，我要个人票。像我们的岁月，心头哥，你可以刷那个个人票吗？你刷的这个是公会的，现在是98了啊，98了。对对对，心头哥是这个，是这个。像我们的一只螃蟹，谢谢我们的江南哥，抢了抢了抢了，开了开了开了，开了开了开了，抢呀！大家帮我留个免费的，直接把免费的甩出来啊！基本上免费的甩出来差不多了。随手再来一个10张，加油加油啊！哎呀，快了快了快了，突破10万了，突破十万了！谢我们的心头哥，感谢心头哥，随手把免费的甩一甩哈，把免费的甩一甩。哦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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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十万，十万，十万，他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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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正好连一下我们的微微哈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。谢我们游客，谢阿辉哥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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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哎，微微没有接呢，微微是手机上的吗？连一下，微微在吗？感谢我们的字母哥，嗨哈喽，晚上好，谢谢啊，感谢微微送来的个人票，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心头哥送来的么么哒。哎呀，昨天是一个大战，今天就很轻松，今天就很轻松。嗯，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也谢谢我们的微微啊，谢谢微微家的兄弟们。嗯，那行，微微你还一会儿还直播吗？哦，我现在都播早上，播老早了，天不亮起来播，晚上都不播的，就是晚上就休息。嗯，这是特意的，是那个啥吗？特意上我这来看一看才播的吗？正常晚上你不直播呀？哎呀，谢谢谢谢，也行了也行了，刚出去回来，压力也不大，不要了，是的呢。嗯，那行，那一会儿你也早先休息，这两天拉公碎票。嗯，那我要不要先下下？啊，那行行行。好，那我就先点取消的连麦吗？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还有五号麦的关注，大家来点一点。嗯，谢谢谢谢。完了没事的话，早点休息一下啊。也感谢我们的微微啊，也谢谢我们七彩的主播拉的公碎票，公会第五了，第五无所谓了啊，第五只要进去就无所谓了。什么谁谁谁？你们要听这个谁的歌吗？
淋着绵绵的细雨，这雨点点点点点红那么的浓烈。等等啊，再加一。情它总是让人痛，我听了好几遍人唱了。对，九零那个闺蜜唱歌非常的好听，是的呢。看样子这么淡定，公公又准备两百万了，又高兴起来了。坏哥，那是两百万的事吗？咱不说好准备四千万吗？后台没给你们看吗？36亿，真是的。情不自禁，谢我们的遇见哥，也感谢我们的西草哥，我看看啊。哎，说好的36万呢？现在怎么变成三十五亿了呢？36亿哪去了？这呢？搁哪呢？你给我整哪去了？怎么少了1000万？那1000万干啥去了？我问你。回来，给我赔呀！少了多少钱，兄弟们？我记得是16亿，反正少了1000万，你自己照样办。不行，你赶紧给我整回来！说好36亿哪去了？我先来首歌，我给你1分钟时间啊，少了1亿。已经爱上你，期待和你解开那爱情的秘密，不知道等待何时才能在一起，在每个相思夜里梦的全是你，和你相依相偎是那么的甜蜜，美梦醒来以后我身边没有你，不知道深爱的你到底在哪里，我爱着你想着你我深爱是那么的美丽，就像是我送给你的美丽的
想了你，许多最感爱情的声音，把你拥在我怀里。想起夜里梦见的是你，手握心意爱慕的甜蜜，把你放在我的心里，爱的就是你。自从我见你一面就死心不弃，我一直深深我一直深爱上你，期待和你的解开爱情的秘密，不知道等哪个时才能在一起。在每个相思夜里梦的全是你，和你想一想为什么那么的甜蜜，美梦醒来以后我身边没有你，不知道深爱的你到底在哪里。我爱着你爱着你，我深爱的你就像是风恋着那么美丽的细雨，天定的挂在后是美丽的美丽，就像是我送给你的美丽的嫁衣。我爱着你宠着你，我深爱的你就像雨也离不开的现实的眼里，在爱情的世界里只有我和你，爱着你宠着你永远不分离。谢我们的千羽，感谢我们的千羽。谢谢我们的 SG 数学数字哥，还有我们的那个夏天，还有我们的烟雨世界哥，谢我们的心头哥，谢我们的辉哥，还有我们的千羽，谢谢。公会上前三波，公会这边除了第一没有任何的意义。嗯，谢谢我们的傻子叔，就正常就正常啊，就正常随缘就好。咱们已经进前六了，是钻石了，就是钻石第二和第六是一样的。嗯，谢谢我们的帝王哥，感谢帝王哥。谢我们的喜神啊，谢谢喜神哥。昨天已经恭祝一番了，其实再给你们讲讲昨天的故事。昨天啊，真的，我真的没想到昨天能那么激烈，就真没想到。完了后期想想哈，为什么呢？就只因为我上到100万的时候，下边就开始蹭蹭蹭蹭都上了，太吓人了。你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错误了。如果说我要是五六十万的时候不上那么多的话，那是不是下边就不会动那么厉害了？你说我要蹭一下上到200万的话，你说他们最后人得怎么说？其实画面的话，昨天已经完事了。画面，其实现在今天，像其实很多人说问我，哎，你今天上不上啊？今天上不上我都觉得差不多，因为我觉得进和不进都差不多，就到这块我就觉得进和不进呢、啊、都差不太多了。昨天打了多少？昨天打了是240万吧，240万。给你们看看我们的综合榜单。昨
天和你没关系，昨天怎么能和我没有关系呢？我要不上的话能这样吗？我要是排第一的话，你能干那么大吗？真是的，怎么能跟我没有关系呢？现在李哥是148万，甜甜是70万啊，同琪琪呢是30万，这谁不认识他？一点牌面没有，10万啊，天子晴59000，夏灵美27000。这个没准儿，你这大哥高兴蹭刷个20-30万，人不想上不也上来了吗？所以说，所以说这也不一定。我今天啊，真的是很多人问你上了还不上，我只能跟大家回复，我真的就随缘。我呀，就是看粉丝的心情，看大哥的心情，真的。我昨天我已经尽力了，但是我今天上不上呢？真的就是纯看粉丝和大哥的心情。我也是为了满足兄弟们乔宝箱的愿望啊，乔宝箱的愿望。老大，你说咱们再飞200万，别人懵不懵？那我心肝都得吐出来，我已经吐血了啊！我都已经刷200万了，你害我刷？你这粉丝是厚的呀！下方没有抢宝箱的，大家可以抢宝箱哈、啊。我们就正常直播，平时的话大家不刷个人票也刷那个星星了，我们就应这个节气哈，都刷个人票，都刷个人票啊，再刷个500万，我不都给你看了吗？咱有30多万呢，让阿卡给我整没了1000万，现在还剩36万了，36亿，剩35亿了。子龙叫69传话，叫你别浪费了，美玲不上了。哦哦，反正我们该上上咱们的，你就不能让我多赚点吗？兄弟们，你们的心怎么这么狠？你就不能多刷个10块8块，让我多赚点吗？能不能成全我？我就问你能不能成全我？你就刷个10块抢抢宝箱不行吗？你就成全我不行吗？我都已经吐血了，你还不成全我一回？直播也是一种幸福啊！谢谢宝贝，谢谢我们的飘落。真是的，谢谢我们的周一哥，感谢周一哥。说哎呀，你在哪儿那刷了200万呢？你就看哈，就是游客兄弟们有没有进屋的，我一说这玩意儿怎么蹭蹭的上车了。行，你们上吧，我给你们讲讲哪个是公会号啥的，看不看着85万，那是85万的，白花花的85万呢。虽然说没有人家那个几百万的啥，那也是85万。第二个公会号67万呢，这是67万呢。第三个，这是41万呢，这是41万，这是10万呢，这是99万，不是，这是多少？9万呢？那一天看，还有一个呢，你拿计算机加一加，85加67加41加10万，再加一个2万，你就2万3打个折，2万得了，是不是200万了？多少卡黄？300张卡黄，300张个人票卡黄。上也没有画面，画面昨天已经有过了啊，画面已经，它大概已经基本上一阵风就过去了，一阵风就过去了。今天哈、啊、今天我就说了，不管有没有画面，我这块就随缘啊，就随缘而已。我回94299592了，好的呢，帝王哥，拜拜。谢我们的男神，我给男神卡下黄哈，谢谢男神的支持。对，今天有好多好多新人卡黄呢，欢迎你们 ，hello hello。给我们的男神卡个黄，一会儿唱个歌。当当当当。
不上官方不开心了，那也不一定，万一你说天降神好也没准。我都已经吐血了。好的呢，小师傅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嗯，像我们的青牛，还有我们的黑普，这都十万了，我就正常直播，正常直播。完了，咱们家我给，哎呀，给我连一下那个谁，连一下晴雨哈，连一下晴雨。嗯，这都是有的，咱自己家主播过来看看我啥的，就是随意，就是随缘，就随缘。嗯，感谢我们的炮哥，谢谢我们的炮哥。晴雨在不在？方便出视频吗？我连一下晴雨啊。我们也可以那个啥啊。青雨是手机上的是吗？啊，好的呢，那等哪天直播咱俩轮轮斗也行啊。好的好的，收到。完兄弟们把6号卖了青雨，7号卖了青雨，点点关注啊。感谢炮哥。那兄弟们，我再跟你们说一下，假如哈，就是假如哈，但是哈，我先跟大家说哈，咱们大仗已经干完了，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小仗了，就是随缘上。假如说真有那么一个神秘的号，夸进屋给我顶上去了，你说我上不上？有什么神秘号，或者是就是某一个号刷进屋了哈，不是公会号，咱不是说啊，不是公会号，完了给你顶上去了，你说上不上？如果真有这么回事，兄弟们能不能再给我怒冲一把？这万一哈，咱们就说万一，这玩意不一定。如果真有这个神秘号的话，能顶一把？咱们就开始，能充10万的充10万，能充10000的充10000，能充1000的充1000。行，那我们就静静的等待神秘号就完事了。早给你准备好了，真的呀。不是，我就是这么说说，万一没有呢？这有可能哈，这不是100%的。因为的话我告诉你，因为要是就是走到这里的话，嗯，现在是6进5哈，咱们就这么说一把。嗯，我给你们转播啊，我给你们转播一下。嗯，老大你醒醒去，这一切皆有可能啊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你看啊，假如说哈，他们很多人说是林美说那个，他们说林美说那个不上了，让咱们省点子弹，所以咱们就现在就这么说，林美可能不上了，说1、2、3、4、5排名，是不是1、2、3、4、5排名，少了一个我他们照样也干，多了一个我他们也照样干，但是多了一个我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假如是一个神票光能来个100万，你就过了12点再说哈，来个神秘号。我们五，哎，五进几？我问一下，是5进3还是5进4啊？啊，5进4。你好，我接个团战，兄弟们哈，你们有点就刷点就行啊，有点就刷点就行。5进4是不是？你看5进4，我要是不上的话，那他们咋打？对不对？那指定打不起来嘛。对不对？那我上不上去，我觉得他们指定，我就说要假如说啊，假如我进去了，我说我不上了啊，对不对？或者什么我票也不拉了啊，怎么样的，那指定打不起来，对不对？现在最大的画面就是什么呢？综合的这几个人干完了，再一个就女哥了。
来我们看一下年度啊，我们看看别的组啊，我们先看看别的组，别的组这都几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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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他俩能磕一下子，他俩这是谁呀、啊、这个我不知道是谁呀、啊、那怎么看人名啊，啊这个我都不太熟，他俩只能大干一下啊，票小夏啊，脱口秀也能磕一下，我觉得脱口秀也能行，脱口秀好像这轮也没有啥太大的，南哥，哎呀，南哥，南哥也能那啥一点，嗯，到这块也可以了。哎呦我去，我真的，我就现在老佩服女哥了，真猛，真厉害。晚上没啥事领你们看飞机啊。完了，嗯 ，MC， 哎呀，他俩凑一起了，这以前都没发现呢，怎么感觉都，好像都能打一下，都能打一下。但是这轮都打不起来，我觉得等到中前三我估计能差不太多。两分钟的八卦开始了，女 MC， 女 MC 这不好说，这玩意也不会看，你这玩意不能小瞧任何一家人。跳舞真是太小了，我觉得说的啥不是，全靠自己领悟，你就自己看吧，就自己看吧。好了，这综合啊，这不是综合最佳组合。哎，突破之心我都没明白啥意思。你今年女星真便宜，真的，今年女星真便宜。去年的女星可没有，那老贵了，我觉得。男星应该还行吧，应该没有啥太大。公会提名好像公会不能提我们这个公会，应该是像我们的江南哥，感谢江南哥，你老大你说的对，我们听了一脸懵逼。我就给你们说说完了，你们自己理会啊，你们自己体会。我也怕那个啥，嗯，其实我也怕，万一咣当你说掉下来个100万啥的，你说我是接还是不接？你说光弄来100万的话，我自己还得往上拉票，我还得往上磕。你说，但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还真有这么真有这好事的话，我就真赔他100万，嗯，我就真赔他100万，我再打100万，好事接是不是啊？接，老大你讲的啥也不是、啊。今晚公会还熟不？今晚公会我们就拉拉正常拉拉票就行，因为我跟你们说哈，嗯，可能很多人不明白，只有第一有奖励。这公会咱们已经进钻石公会，就差不太多了。我们都是这个都是正常拉票过任务啥的，正常拉票过任务，只有争第一，给你们看哈，只有争第一，他才有很多东西。嗯，我往下看看奖励啊。规则，嗯，规则啊，这儿呢，看王者公会第一名，钻石公会第一名，有什么？有10个4位 ID， 钻石呢有6个，本位有10个，钻石呢有6个，王者有30个名额，完了娱乐呢有20个名额，就这样，剩下都没有，完了就是标签了。就是每个月使用主播的标签会有3个，所以说从白金公会到了钻石公会就可以了，已经可以了。但是只有钻石第一名有奖励，
所以说这第几名已经无所谓了。点个菜别光喝酒。好的呢，还有说我能进前四，你说万一我进不去都给你打脸。你们说啥呢搁那儿？大哥第一名有啥？大哥第一名没也没有太好，就是那个啥，就是那个名字不一样，像我们的牧民哥特效不一样，但是好像小师傅和大师傅应该会有那个什么守护特效升级。其实啊，你们一点都不用嫁我，我是最扛嫁的一个人。明天去万万一看你上不上，随缘。手手打，小心有人给你捣乱。哎，那捣乱不得跟人民币呢？下来就下来呗，上去就上去呗，下来就下来呗，一切一切都随缘，你们就别担心呐，别担心呐。但我精力在，你们抢一天宝箱呗。明天他们一人给你5万，那不行，那啥呀，那是啥事儿？不，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，可不能这么说。其实上年度，有的希望退下来，有的希望干。风云哥没有回来吧？应该上海上的，年度之前就跟我说过了。减肥都减了，是不是打算走红地毯呢？不，我是为了穿好看的衣服。一会儿我们的团战了，能刷十个的我们就刷十个哈。能刷十个就刷十个。我跟他说了，咱家条件不是很猖狂，但是呢，就是能整点尊严票的话，整点尊严票哈，哈，哈，听见了没有？回回血，我都吐血了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我赚200多万了。好的呢，给我来10个啊！像我们的心头哥，好的呢，好的呢。一个行不行？一个也行，最好就是10个10个的呢。原来减肥是为了走红毯呀，我可没这么说。但是我真的瘦了不少，你们能看出我瘦了不少吗？就双下壳都瘦没了，以前不有双下壳吗？我已经多少天没有吃饭了？50天了吧？我已经50天没有吃饭了。走不上的话咱上海见，咱们溜达一圈总行吧。像我们的标准奶嘴，欢迎新手哥。上海有谁？上海就是心如在上海，好像就心如在上海的吧。我知道了，龚慧琳讲让谁安排心如去就行了。自己买一张红毯走走，哎，能不能不丢人？花那钱，
是别走别人的，不能走自己的呀。我去上海打劫心如，好的呢。谢我们的神话哥，感谢神话哥。啾啾啾啾，来首这个。嗯，欢迎师傅。哎呀，师傅你挺准时啊，你不要动师傅啊，你不要动，我给你唱首歌啊。这就好，阿文哥，一切都在不言中，谢谢阿文哥。记得抢宝箱啊，记得抢宝箱，把免费的刷出来啊，刷出十张，刷出十张，免费的在你的包里刷出来啊。看着宝箱，看着宝箱，有十票的可以先刷下十票。是云，我就是风，是雪也是冬，多少话语藏在心中，想唱给你听。你若成佛，我就是僧，可惜身旁就像迷人的药，遇见了悟空。咚咚锵，我的天，
们这轮就随缘啊。也感谢我们的阿文哥，谢谢我阿文哥，哎，谢谢啊，感谢阿文哥，谢谢，嗯，谢谢那个公孙。